陈家焕呢日现身婚纱展活动，活用佢钻研咗几年嘅皮纹分析，为准新人提供建议啊！佢仲帮绯闻男友黄宗泽睇过添。佢话 Bosco idea 多，同中意新鲜嘅嘢。咁你又会唔会再约佢出嚟睇下大家夹唔夹咁呢？唔知啊，睇下对方系咪香港啦。咁因为自己呢排都开始有好多朋友约我，因为佢哋都知道我有呢个新品牌啦。佢都话要约我食饭，面对面俾啲手指我分析下佢哋究竟系点咯。咁所以就嚟紧都我要积极做多啲运动先得啦。最近陈家焕亦都忙住减肥啊，仲成功瘦身不瘦胸添。不过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就唔小心整到周身瘀啦。其实因为我发现自己咧啲手手脚脚系好易瘀噶，由以前即系打功夫嘅时候已经系啦，咁所以好容易系即系唔知点样撞到咧就会瘀噶啦。咁所以自己都理解唔到呢个体质究竟系点。不过我就发现咧，即系自己原来都系易肥易瘦嘅，即系可能食少一个礼拜嘢啊，做翻多啲运动啊，就会瘦翻好多。即系嗰个上落系可能系。由細馬變中馬，中馬變細馬咁樣嘅上落咯，咁所以自己而家都即係知道咗個胃口係點樣咧，就好啲啦。